那何嘉欣，你第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是哪一年记得吗？忘了，大概是可能是八九啊九零左右。Okay. 啊，那个时候你几岁？四岁。啊，四岁。四岁，四五岁。那个时候我也十岁。十岁啦，十岁就来这边观光啊。OK， 那时候的感觉跟现在最近这一次来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太深的印象是忘了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太早了，因为我中间隔了很多时间，很长时间没有来嘛。当然我最近回来拍戏觉得太漂亮了，上次来住 Swiss Hotel 啦，这次来住 Fullerton 啦， okay, 那边那个环境非常好啊，有时候晚上我去跑步就哇很爽的，我也有在那边跑步，有晚上我都会跑。有没有去赌场啊什么？我没兴趣的，没兴趣。那以前你有说过你想移民到新加坡吗？是不是当中有一些变化，有一些变故？没有，主要那个时候朋友有些艺人公司那时候在新加坡有分公司嘛，他们那个时候就97之前就帮很多 artist 帮我们搞，我们都不知道的，他搞定了以后才告诉你，帮你搞了什么什么，你们要不要过去啊？那个时候来得太突然了，而且那个时候我听说一过来就开始要交什么税，交什么税，我说什么事情那么奇怪的？就是你办那个是永久居民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哦。所以因为交税的问题，你听到你就觉得不想，人都还没来就谈这个问题哈。那么假如现在让你再想一下这个移民的计划，移民到新加坡的计划，你还会考虑吗？现在当然不会了，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说，回归祖国真的是一件好事情，对中国人，对香港人来说，我就奇怪香港为什么很多时候搞得真的乱七八糟，有些人就反对什么，反对这个，反对那个。我都说了，其实国家就好像你的母亲一样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母亲怎么会害你呢？如果我真的生在祖国啊，我肯定是一个军人， okay. 我一定会当一个军人。所以在生在香港，你就作为演员，可是你在戏里面就常常扮演这些大侠，可能也是中国的英雄啊，华英雄啊，岳飞、张三丰啊，陈家洛，这都是英雄人物。对对，所以是不是你觉得你的英雄形象或者是你的古装扮相比较吃香呢？这个我也不清楚啊，人家爱找我演什么，马勇真的也很好啊，华英雄啊，跟现在最近那个无名也不算是古装那种，是科幻一点。可是我也奇怪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找我演古装戏，就叫戴头套那种，其实那种很辛苦很累的。可是戴了帅就 OK。哎呀，帅也不能睡那么久啊，每天这样子很辛苦了，真的，一大早起来就粘头套，烦死了。有时间多陪陪妈妈，我最幸福的就是能娶到你做我老婆。我特别爱新加坡的美食，拉沙拉啊，咖羊吐司啦，印度那种，那个叫什么 ？Prata， 杜浪。那个骨髓啊，那个哇，那种东西很好吃的。OK， 很多东西很好吃，那个拌面啊，鱼蛋啊，海南鸡饭啊。我上次来拍戏，其实我觉得我胖了最起码3公斤回香港。所以这次回来不敢吃那么多了。